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现在是2014年8月5号，西欧省加贝下午13点00分到23点59分的一个加贝。这是第三个账号来测试一下这个抽卡的几率。不啰嗦，因为卡一直抽还蛮花时间的。现在为大家测试一下这个几率的部分。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抽到打几。一样，目标是打几。非常好的一个那个现象，就是一开始就给我们来一个金卡，有没有？为什么说非常好嘞？因为白金是非常非常好，好没有？来吧，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再上去的话，如果是稀有，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不过好像不是哦。好，白金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来吧！再来。这个是不好，这个不好中的不好，因为现在龙队好像也比较少人用巨象，大部分都用异界龙比较多，白金 ，Come on， 鸡哦，是基友加倍吗？是不是弄错了？这个账号目前看起来白金跟金银卡是属于平均的一个状态，三白金二金一银。来吧，哎呀，这个账号看起来状况没有很好哦。金卡银卡已经超过白金的状态了，通常这种情况我的经验就是再抽下去通常是金卡银卡会多过于白金卡，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中一次的那个白金汽油就抵过来了，虽然说我知道不太可能，因为连这只异界龙都来插花了，有没有？看来悲剧的连发就要继续发生了，所以大家这个不要太大的期待哈，不要太大的期待啊，抽就给他抽完，我还跟你客气，没有稀有就是抽到完了，这是规矩。来吧，给我杰克做什么？最后两抽啦，有没有？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给大家参考而已啊。就是这个卡，现在就是抽卡运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是几率被拉下来是怎么样。基本上抽到好卡，几率就掉低了。像刚刚两个账号抽起来都还不错，有没有？这个是悲剧的一个账号。总计四白金。五金三银，四白金五金三银。在哪边？一二三四白金，然后这个是银吧，是不是？这是银金。赢，金，赢，一直赢金，赢什么金啊？好，我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五金三赢，以上是这个蛮悲剧的一个状况，
现在时间是下午3:06，看来抽卡的时机已经过了，谢谢大家，拜拜。